清晨，由于斯坦利对卫星天线的改造，整个家里的电视都没了信号。妻子拉克尔和女儿苏西只能无奈地看着后院乱搞的斯坦利。这时家里的门铃响了起来，苏西开门发现来人是自己的外公。打过招呼后，苏西将外公迎进了屋里。此时一直搞不定天线的斯坦利让维修人员诺顿来帮自己一下。诺顿却告诉斯坦利，保修只包括维修，不包括改装，而且他这次改装多半已经失败了。斯坦利却自信满满地认为自己一定能改装成功。诺顿没有再关注斯坦利，而是转头看向屋里扭着屁股的拉克尔。看着走进屋里的父亲，拉克尔询问父亲今天城里怎么样。父亲一脸不屑地说自己讨厌城里，过去城里是一个与人交流传播文化的好地方，感觉所有人都在做好事，现在城里只剩下索取和一群怪胎，表面光鲜整洁，看起来很友好，但却不懂付出和沟通。拉克尔笑着让父亲不要这么偏执。来到后院，老爷子询问斯坦利雷达修得怎么样了。斯坦利无语地向老爷子解释，这是卫星天线，不是雷达。老爷子却又将卫星天线理解成了人造卫星，并且他还认真地思考起了这个东西能不能为国家国防出一份力，这让斯坦利更加无语。这时斯坦利的小儿子谢尔曼从院子的角落里跳出，拿着一把玩具枪向几人扫射。老爷子连忙掏枪配合谢尔曼玩了起来。斯坦利劝两人不要这么幼稚，谢尔曼亲热地上前和外公打了个招呼。旁边的诺顿笑着询问斯坦利自己可不可以再来瓶啤酒。斯坦利生气地反问诺顿，他能在附近乱逛和狂喝自己的啤酒，那他能不能也帮帮自己的忙？诺顿表示合同里说了只能维修。斯坦利生气地掏出锤子狂砸卫星天线，这时天边传来了一阵雷声，紧接着一道电流劈中了卫星天线，众人都被惊呆了。但神奇的是，天线居然被劈好了。深夜，斯坦利激动地为一家人展示自己改造完天线后的成果。经过斯坦利的改造，天线现在能收到世界各地的节目。但刚换了几个频道，老爷子就因为要看哪个频道和斯坦利争抢起了控制器。在两个人争抢的过程中，外面的卫星天线又出了故障，屋子里的电视也开始向外面射出一道道电流。但片刻后，电视又恢复了正常。看着电视中身材丰满的美杜莎，三个男人立刻将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抛在了脑后。这时家里的门铃响了起来，苏西激动地告诉几人应该是自己的男友欧弟来了。看着又换了新男友的女儿，拉克尔很是无奈。片刻后，苏西将男友领到了客厅。苏西男友的造型让众人都大跌眼镜。看着愣在原地的众人，欧弟笑着上前握住了斯坦利的手，并夸奖斯坦利穿得很好看。旁边的拉克尔笑着帮斯坦利道了声谢，见母亲的心情似乎还不错，苏西便询问拉克尔两人今晚可不可以用家里的按摩泳池。拉克尔以他和斯坦利今晚要游泳的理由拒绝了苏西，随后两人叮嘱了苏西一番后便离开客厅为今晚要参加的舞会做准备。苏西也起身去为自己的男友拿零食。从头到尾一言不发的老爷子此时从兜里掏出了一包肉干和谢尔曼一起吃了起来。欧弟询问两人吃的是什么，老爷子笑着告诉他是蜥蜴的尾巴，并询问他要不要来一块。欧弟连忙摇头说自己已经吃过晚饭了。见和老爷子聊不来，欧弟便转而询问谢尔曼喜不喜欢金属乐，说着他还用脚踩在沙发上让谢尔曼亲自己的靴子。谢尔曼拿起玩具枪抵在了欧弟的下体上让他滚蛋。在临走前，斯坦利告诉祖孙两人一会儿诺顿会来家里检查天线，如果电视出了什么问题的话，两人不要乱动，直接关掉等诺顿来就行了。老爷子不耐烦地让两人快点离开。两人走后，整个家里就只剩下祖孙两人。老爷子拿起旁边的控制器打算换一个节目，随着老爷子一顿乱扭乱按，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只恶心的怪物。希尔曼觉得这个节目看起来非常不错，但很快电视里一动不动的怪物就让两人感到了厌烦，老爷子便又将节目换成了美杜莎。没过多久，两人就在沙发上睡了过去。此时电视上的节目突然自动变成了怪物，并且随着一阵白光闪过，怪物的本体出现在了两人身前。
两人被吓得连忙躲到了沙发后面，随后两人小心翼翼地从沙发后探出头来查看，但怪物却已经消失在了原地。老爷子怀疑怪物可能是窃贼扮的，他便带着谢尔曼来到地下室开始装备武器，打算收拾窃贼。这时诺顿来到了斯坦利家，由于祖孙两人都在仓库里，所以他敲了几次门都没有人回应，他便径直来到了后院天线所在的位置。此时刚出仓库的祖孙两人正好听到了诺顿将工具箱扔在地上的声音，老爷子以为窃贼正在偷雷达，他便领着谢尔曼朝后院赶去。此时正在维修天线的诺顿发现天线旁边的电箱里灌满了绿色污泥，就在他仔细查看的时候，祖孙两人拿着枪抵在了诺顿的后脑。诺顿赶忙起身告诉两人是斯坦利让自己来的，并说刚才自己已经敲过门了，但没人回应。老爷子询问诺顿有没有在院子里看到有陌生人，诺顿连忙摇头，并询问自己可以继续工作了吗。老爷子没有继续为难诺顿，领着谢尔曼朝屋内走去。诺顿打开旁边的电视开始修理天线，他没有注意到身后电视里出现的怪物。回到屋里的老爷子让谢尔曼守在大门前，而他则去书房查看。老爷子走后，留在门口的谢尔曼有些害怕地不断扫视着四周。另一边，正在修理天线的诺顿身后突然闪过一阵白光，诺顿回身被身后的怪物吓得大声尖叫。此时屋里的谢尔曼听到了诺顿的叫声，他连忙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外公。老爷子来到后门朝后院看去，但后院已经没了诺顿和怪物的身影。此时客厅的电视突然出现了怪物的影像，老爷子看了两眼后便朝门口走去。这时突然白光一闪，怪物出现在了老爷子的身后。希尔曼被吓得径直跑到了地下室，他连忙拿起电话开始报警，但他没有注意到怪物此时出现在了他身后的电视中。电话接通后，希尔曼将刚才发生的情况告诉了警察，但警察完全不信，并说下次他再打这种电话就会来抓他。挂掉电话后，电视中的怪物也随之消失。与此同时，斯坦利夫妇和另一对在舞会上认识的夫妇开车来到了斯坦利家。另一对夫妇的丈夫名叫斯皮罗，妻子名叫杰利。就在四人聊得火热的时候，谢尔曼端着枪来到了四人旁边，他将今晚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拉克尔，但拉克尔却认为谢尔曼是在做梦。拉克尔转身笑着让斯坦利先带客人参观一下屋子。来到客厅后，三人都没有注意到老爷子被怪物吃剩的残渣。此时斯坦利发现电视中正有一个外星人对着屏幕说着什么，他以为是诺顿将天线修好了，便来到后门寻找诺顿。他喊了诺顿几声，但都没有得到回应。斯坦利便不再管诺顿，继续领着两位客人去其他房间参观。片刻后，拉克尔也拉着谢尔曼来到了客厅。谢尔曼指向地上的残渣说这就是外公，拉克尔却只觉得自己真不该留祖孙两人在家里闯祸。与此同时，怪物又通过地下室的电视出现在了地下室。另一边，斯坦利将两位客人领到了按摩泳池前，他拿起旁边的控制器为两人放起了音乐，接着他又为两人展示了泳池的神奇之处。随后他打开电视告诉两人自己的天线接收器可以接收到其他地方接收不到的东西。杰利看着电视中的外星人询问斯坦利这是什么电影，
斯坦利赶紧关上音乐，打开了电视的声音。电视里的外星人警告众人，毁掉地球上所有的天线接收器，拆除所有的通信系统。地球在未来200年里都不需要电视，但现在可能已经太晚了。斯坦利认为这可能是日本的一部电影。另一边，地下室里的怪物从嘴里将老爷子的头吐了出来。Horses, I'm changing in here. See, it was all a dream. No, Grandpa's dead. Oh, Sherman. Hope so soon. I'm just taking care of business here. Everything okay, Dad? Okay. Yeah, I guess so. Everything A-okay with you? There's a big mess in the den, Dad. Do you know anything about it? Mess?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a mess, dear. It must have been Sherman.I'm just taking care of business. Get to bed, young man. We will talk about this in the morning. No, Mom, really. Something weird's going on, I swear. Sherman Putterman, I am fed up. If you're too big of a sissy to spend the night alone, then you just spend the night with Grandpa. No, Mom. No, Get Mom. In there. Mom. Get in. Dad, is it all right if Sherman spends the night with you? Pleasant dreams, you two. Come on, Mom. Good night. 拉克尔走后，希尔曼小心翼翼地在地下室里搜寻起了外公的下落。此时，柜子旁边的窗帘后面传出了窸窸窣窣的声音。希尔曼鼓起勇气，一把扯开了帘子，却发现帘子后面只是几只蜥蜴。另一边，斯坦利正和两位客人在泳池边看一些不可描述的节目。拉克尔也很快就赶到了泳池，并询问几人自己有没有错过什么兴奋的事情。之后几人又随便聊了一会儿，聊天的途中，两位妻子都热切地盯着对方的丈夫。拉克尔笑着邀请斯皮罗和他一起去冲杯饮料，斯皮罗欣然同意。两人走后，杰利向斯坦利询问泳池的水是不是很冷。斯坦利告诉杰利，泳池的水温是最完美的37度，杰利现在就可以下去游泳。杰利听后立刻脱掉了自己的裙子，火辣的身材让斯坦利看得直了眼。杰利跳下泳池后，邀请斯坦利一起下水游泳。斯坦利兴奋地告诉杰利，自己要先去换个衣服。在临走前，斯坦利叮嘱杰利，不管他做什么，都不要碰控制器，不然水池会出问题，而且自己也不想让他触电。杰利也叮嘱斯坦利快点回来。斯坦利走后，怪物出现在了泳池旁边的电视里。与此同时，正在调酒的拉克尔两人聊起了斯坦利，两人都对斯坦利大加赞赏。另一边，希尔曼正在地下室里看着外星人对地球人的警告。外星人对希尔曼说，一个可怕的事故发生了，他叫普鲁瑟，普鲁顿星的环境卫生队长。一簇来自他们变电站的能量束包含着大量废料已经驶向了地球，那可能让整个人类面临灭绝危机，他很抱歉给地球人带来的不便。这时电视上的外星人画面突然变成了美杜莎，看着电视上的热线电话，希尔曼拿起电话就打了过去。他将自己经历的一切都告诉了美杜莎，但却只得到了一句他为什么要放弃治疗。挂掉电话后，电视里的美杜莎突然勾着手指叫着希尔曼的名字。希尔曼缓缓地向屏幕前靠去，怪物的身影突然出现在电视中，将希尔曼吓得倒在了地上。与此同时，拉克尔正撅着嘴等着斯皮罗亲吻自己。斯皮罗却告诉拉克尔自己是个同性恋，自己喜欢的其实是斯坦利。拉克尔被震惊得目瞪口呆。这时斯坦利穿着浴袍来到了两人身边，拉克尔以去叫杰利喝酒的理由支开了斯皮罗。回到泳池后，斯皮罗发现整个泳池都已经被烟雾笼罩，而杰利就靠在泳池的另一边。他先是夸奖了杰利一番，然后脱掉衣服进入了泳池。他从泳池中摸出了一坨粘液，还以为是印度神油。看着泳池边杰利魅惑的表情，斯皮罗缓缓地游向了杰利。他刚游到杰利身前，一张血盆大口就从泳池中窜出，一口咬在了他的头上。与此同时，听拉克尔说完斯皮罗性取向的斯坦利生气地说，自己要去和斯皮罗说清楚，自己不搞基。随后两人来到泳池，却发现斯皮罗两人不见了，泳池也变成了污水池。
这时拉克尔发现水池中似乎有什么东西。No, I hope they didn't electrocute themselves. Wait a minute. What is that?此时地下室中的希尔顿听到了泳池中父母的尖叫，他连忙拿起电话报警，但对面的警察依然不相信他说的一切。希尔曼生气地挂掉了电话，这时他回想起了外公以前对他的教导，随后他拿出柜子里的炸药，躲在桌子底下炸开了地下室的门。与此同时，苏西两人驱车回到了家中，两人刚一进屋就碰到了刚从地下室中逃出来的希尔曼。希尔曼将今晚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两人，但两人完全不信。希尔曼无奈地带着两人朝客厅走去。此时怪物出现在了斯坦利夫妇的床上，随着床上的被子一阵蠕动，斯坦利的头从被子里钻了出来。另一边，希尔曼带着苏西两人来到了泳池旁，看着一片狼藉的泳池，希尔曼立刻朝着泳池里来了一梭子。苏西以为希尔曼疯了，便上前抢夺希尔曼手中的枪。希尔曼告诉苏西自己的房间还有更多的枪，并让苏西跟自己走，但苏西却将希尔曼拉到了斯坦利的房间门口。苏西敲了几下门，又喊了几声，都没有得到回应。Hi kids, Cherry, Spiro, these are the kids. Hi. Yes, sir. Remember, kids, you do your thing, we do ours. Mother, that is so disgusting. Night, night, now, kids. Try and keep it down, will you? Thanks. Barf me out. Have any of you seen Gramps? Right here, honeybee. Just taking care of business.Oh, Gramps, that is totally sicko! I thought it was a monster. That's okay, Sherman. Someday you'll understand. 之后两人回到泳池，发现欧弟正在看电视里的普鲁瑟对地球人的警告。普鲁瑟叮嘱众人，那个怪兽贪婪无比，并且无法满足。怪物的力量是无穷大的，它会吸收所有生命体并不断变异，直到整个地球变成一个贫瘠的废墟。这时电视里的画面突然一阵扭曲，紧接着从电视里射出了一道道电流。片刻后，怪物出现在了泳池边，三人赶忙向外面逃去。逃跑的途中，欧弟不小心在走廊摔倒。就在怪物要袭击欧弟的时候，怪物突然看到了欧弟手上的护腕。就这样，怪物停止了对欧弟的袭击。三人见怪物不再攻击三人，便站在旁边仔细地观察怪物。欧弟认为怪物是被自己护腕上的铆钉帅晕了，他觉得怪物一定喜欢金属乐。而希尔曼则认为怪物很酷。怪物看着三人像小狗一样不断拍打着自己的尾巴。欧弟从兜里掏出一盒香肠，拿出一根递给了怪物，怪物却伸出舌头将欧弟手中的香肠盒吸进了嘴中，吞了下去。三人都觉得这太棒了。随后三人摆出了一桌子食物，教怪物什么是食物。怪物居然口齿不清地说出了食物的单词，这让三人都非常激动。之后欧弟将食物放到怪物面前，让怪物尝试一下。怪物先是伸出舌头在食物上舔了舔，然后用尾巴将食物都扫到了地上。之后三人又让怪物听音乐，苏西先是为怪物播放了一首轻快的音乐，怪物边听边张大嘴巴摇头晃脑。欧弟却认为这首歌简直太难听了，他拿出自己乐队的磁带放进了录音机里，强劲的金属乐从音响中传了出来。怪物刚听了一小会儿，就一爪子捅碎了旁边的音响。随后三人又开始教怪物如何读三人的名字，欧弟和苏西都成功教会了怪物，只有希尔曼被怪物喷了一脸绿泥。
接着三人又教怪物如何看电视。这时谢尔曼将两人叫到了旁边，谢尔曼询问两人他们三个到底在和怪物干什么。苏西却说三人会成为百万富翁，两人都不太理解苏西是什么意思。苏西解释道，现在他们已经拥有了这只来自外太空的怪物。旁边的欧弟立刻理解了苏西的意思，但谢尔曼却大声地对欧弟说，怪物是自己第一个看到的，也是从自己家电视中出来的，它是自己的合法财产。欧弟反驳说自己是第一个和怪物交流的人，他听自己的话。旁边的苏西开口让两人别太自私，怪物是属于他们三个人的。谢尔曼低头思考了片刻，询问苏西他们是否要将这件事告诉父母。苏西对谢尔曼说，他们不用将所有事都告诉父母，父母也不会相信他们的。最后三人的意见达成了统一。接着苏西对两人说，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怪物上电视。谢尔曼认为美杜莎也许会帮助三人，另外两人也觉得找美杜莎比较可行。随后谢尔曼立刻拿起电话拨通了美杜莎的热线，谢尔曼将自己这边的情况和想法都告诉了美杜莎，但美杜莎却不耐烦地对谢尔曼说，现在已经很晚了，如果有事可以下星期再来找自己。旁边的苏西见对方要挂断电话，便一把抢过电话告诉美杜莎自己是来自外太空怪物的业务经理。美杜莎听后觉得苏西的全家可能都傻掉了，苏西连忙向美杜莎解释了一番，但美杜莎只是说自己急着要去参加派对。苏西连忙说自己现在也可以为怪物举办一个有趣的派对，他可以来看一下。说完苏西将自己家的地址告诉了美杜莎，但美杜莎依然拒绝了苏西。这时旁边的怪物因为电视节目结束了而不断含糊不清地说着 TV TV。 欧弟帮怪物换了好几个节目，怪物都不满意。苏西来到怪物身边，尝试问出怪物的名字和他来自哪个星球。怪物嗷嗷叫了几声，但没有人能听懂他叫声的含义。这时家里的门铃响了起来，苏西开门发现莱恩是一名警察，并且要逮捕希尔曼。此时普鲁瑟出现在了客厅的屏幕上，他警告众人怪物的胃口是无法满足的，最轻微的刺激都会引发怪物的食欲。这时怪物看到了普鲁瑟手上戴着的护腕，他突然意识到欧弟并不是自己的主人，他开始不断的吼叫。旁边的欧弟受不了他的吼叫，给了他一拳并让他闭嘴。听到屋里传出枪声的警察立马掏出手枪，并让苏西躲到自己身后。这时谢尔曼从客厅跑了过来，并转身朝客厅扔了一颗手榴弹，随后他马不停蹄地朝着走廊的另一边跑去。警察站在门口让谢尔曼两人赶紧回来。这时怪物突然出现在了警察的身后。不明所以的苏西询问谢尔曼到底发生了什么。谢尔曼告诉苏西，怪物在看到电视上的普鲁瑟后疯了，欧弟也被怪物吃了。苏西惊恐地询问两人应该怎么办，谢尔曼决定要把怪物炸飞。之后他先是将地下室的电视砸碎，然后又递给了苏西一把枪。随后两人拿着枪小心翼翼地在房子里寻找怪物的下落。途中苏西提议两人可以分头行动，然后用警察的对讲机联系对方。谢尔曼却认为两个人应该先去救出爸爸妈妈。来到客厅，苏西看到了欧弟被怪物吃剩下的臂环，他没有伤心，只是觉得恶心。这时客厅的电视里又出现了怪物的影像，谢尔曼连忙开枪打碎了电视。接着两人又来到了父母的房间，谢尔曼随手打碎了房间中的电视。苏西掀开床上的被子，发现被子下全是怪物吃剩的残渣，两人这才知道所有人都已经被怪物吃掉了。与此同时，怪物正在泳池里一边泡澡一边看电视。怪物看着电视里的各种灾难哈哈大笑。没过多久，苏西两人就找到了泳池里的怪物。谢尔曼看着墙上摆着的控制器，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小心翼翼地朝着控制器走去，但中途却被地上的粘液滑倒。怪物立刻就发现了谢尔曼，
谢尔曼连忙笑着和怪物打了个招呼。怪物先是盯着谢尔曼看了几秒，然后伸出一只触手抓住了谢尔曼的右脚。谢尔曼大声让苏西赶紧攻击，并从兜里拿出一把匕首开始割怪物的触手。见苏西的攻击没有什么作用，谢尔曼便让苏西将墙上的控制器扔进泳池。这时怪物吃痛松开了被割伤的触手，苏西也趁机将控制器扔进了泳池，随后两人连忙朝外面跑去。此时客厅中的电视突然射出了一道道电流，跑到客厅看到这一幕的苏西两人连忙躲到了沙发后面。片刻后，普鲁瑟出现在了客厅中。普鲁瑟对着沙发后的两人说，自己没有恶意，自己是来救两人的。苏西有些害怕地询问普鲁瑟他想要干些什么。普鲁瑟对两人说，他是来消灭怪物的。苏西生气地询问那只怪物到底是什么情况。普鲁瑟告诉两人，在他们的星球，那只怪物只是一只家庭宠物，接近于地球的猫和狗，但它们很不稳定，容易变异和吃掉眼前的一切。当变异发生时，它们一定要被消灭。苏西疑惑地询问怪物是怎么来到地球的。普鲁瑟回答，在消灭怪物的过程中，它们会被转化为纯正的能量，发送到最遥远的宇宙。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废物处置方式。苏西两人一起询问自己被吃掉的家人要怎么办。听到两人询问的普鲁瑟第一个想到的却是自己会因此失去自己的位置。随后他告诉两人，虽然可能性不大，但只要他们能活捉怪物，就能将受害者的基因从怪物的身体中提取出来，然后再用特殊的血清将受害者培养出来。两人不确定地询问是否要将自己的家人克隆出来。普鲁瑟却告诉两人，并非是克隆，而是他们真正的家人。但遗憾的是，他们以后不得不生活在特殊的水箱里。这时美杜莎被助理开车载着来到了希尔曼家。他来到客厅，正好看到了被普鲁瑟用枪指着的苏西两人放下枪的一幕。Son of a bitch! Medusa! Not so fast, asshole! Ugly bastard! Lucy! Christian!苏西愤怒地指责美杜莎杀了他们仅有的希望。美杜莎觉得两人简直不可理喻，转头就要离开谢尔曼家。这时怪物突然撞碎了旁边的墙壁，并将三人向口中吸去。谢尔曼赶忙捡起了地上普鲁瑟的枪，但连续扣了几次扳机都没有任何反应。之后他又尝试了几次，虽然成功发射了一枪，但却打歪了。片刻后，体型最小的谢尔曼朝着怪物的口中飞了过去。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这部电影是一部喜剧科幻恐怖片，整部电影的表演都比较浮夸，电影里有很多比较欢乐的场景，也有一些比较惊悚的场景，比如说怪物扮成好几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感觉既惊悚又好笑。怪物的造型和设定也蛮有趣的。这部电影也是用小孩子来当主角的，我已经讲过了好几部用小孩子当主角的电影了，好像当时那个年代这类电影都喜欢用小孩当主角。这部电影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看一看原片的。最后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三连和充电，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拜拜。